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uper 搞笑视频。只见小凤在开会，这两只虎皮鹦鹉听得好陶醉，样子看上去马上都要入睡。不过今天我发现这只虎皮鹦鹉有些不对头，大家看它的鼻孔是凹进去的，而鼻孔的外围还长出了一圈奇怪的东西。我们先来看看小灰的鼻孔，人家的是往外凸起，像两座突出的小山丘，而小凤的也一样，除了鼻孔有点大，爱惜也圆发发，鼻孔也是凸出来的。而白皮皮嘛，可能发型比较潇洒，鼻孔差点盖住了，但是也是凸起的。而这只小皮皮嘛，可以说是鸟小鼻大，鼻孔不是一般的宽，如果要跟小凤比，直接第一没问题。回头再看看这只大虎皮，鼻子突出的部分摸着硬硬的，而鼻孔看着往里缩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得病了，反正非常奇怪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还是先把你放回窝，观察一下再说吧。大家来说说，这只虎皮鹦鹉的鼻子是正常的吗？还是说它得了什么病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